好搞笑啊！我觉得我说好不吃又吃吃吃，哎，我要喝点冰的。不是故意藏起来的，事情是这样的。是因为我只要一扎起来，它就看不见了。但我吃饭呢，我必须把头给扎起来，不然都不知道在吃什么。我等会儿再放下，我现在要吃饭，我怕吃到。哎，不能给你们看我的地址，哦，看不到，过于谨慎。在哪里啊？地址？哦，应该没有，没有。我吃了粥，我只能吃粥。是粥啊！你们看，我会骗你们吗？我不会骗人。那是软的，而且很清淡。你看，我只能用这边吃。会，真的会。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困难吗？你们不会懂我的苦。而且这个粥很烫，我都晾了一会儿了，好烫。算了，我要晾一会儿它。我给你们看我的新裙子。噔噔噔噔，嘿嘿，我还没有拍照呢，怎么就猛男背心了呢？猛男背心要是长这样也太娘了吧，一点都不猛。啊，给你们展示，给你们展示我的新耳环，我买了圈圈的耳环。Oh my god！ 但我不知道怎么戴，这个好能戴呀、啊。80年代风，你们太不懂时尚了吧？这怎么就80年代风？这很潮的。我找不到了，我带不进去了，我带不进去了，救命啊！谢谢明一弟弟，弟弟，明一弟弟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。请叫我姐姐，谢谢小冉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。哦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我买的圈圈耳环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怎么办？我另一边不想戴了，因为好难戴啊。谢谢小迷桑送的一个夜点，妈妈知道了一定很生气。
妈妈知道你送我夜蝶会很生气吗？但是爸爸不会生气。我等会儿再给你们看那个挑染的，因为歌词只说了爸妈妈会很生气，那就说明爸爸不生气呀，难道不是这么理解的吗？然后姐姐也不会生气，哥哥也不会生气，就只有妈妈会生气，应该是这样理解的吧。我带另一边，为什么另一边很快就戴上了？你看另一边好快就戴上，谢谢甜甜大猛一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，祝你越来越猛。我差点呛了，我看到瘦了这个字我差点呛了。真的吗？那我不会身体也瘦了吧？知道我为什么瘦了吗？因为我不能吃东西，因为我不能吃东西，我很难受。这段时间是我吃的最少的，因为我连零食都没有吃。我的小天使王秋如不是送了我一大袋零食吗？我都没有吃，是因为我真的牙疼，疼到没有心情去吃它，因为我一想到，主要它是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们有经历过吗？在台上吃，你看到了吗？你怎么会看到？应该没有拍到吧？拍到我是要扣钱的，应该没有拍到呀。什么？我明明避开了镜头。好烫。对，我分给了别人。我有吃东西的直拍，救命！大家收直拍的时候要知道，有些东西不能收，有些东西可以收。有些东西可以拍，有些东西不能拍。吃东西这种就不能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吃相难看。好烫，我不行了，好烫。今天冷死我了，你们觉得剧场冷吗？你们觉得剧场冷吗？它是空调修好了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在台上真的快冻死了，那个风直接吹着我，而且我刚出完汗，就是刚剧烈运动完很热，然后刚出完汗，关键是今天在战区被冻死。我没有想到你们也冷，我以为只有我冷。就是你们知道吗？之前剧场不是很热吗？然后呢，我就下单了一个小电风扇。你们知道吗？我想的可好了，那个小电风扇还可以挂脖子，然后我想 NC 的时候我可以挂在脖子上，然后还可以吹吹。然后今天这个小电风扇刚到，
你们知道吗？他刚到，我就打算退回去了，太冷了，我根本就不需要他，气死我了。那我买它干嘛呢？我就是因为之前热。可是它真的长得还挺好看的，你们看，好可爱。我下次送给你们吧，谁要？谁要送给谁？你们需要吗？你们热吗？你们也不热。抽奖吗？小偶像可以抽奖吗？我不能抽奖吧，就是违规的吧，因为我不能知道你们地址啊，我要离你们的生活远一点，所以我很自觉的，我不会抽奖，因为我不能知道你们的家庭住址，这样是不好的行为。这样吧，这个风扇还有握手会吗？什么时候还有啊？还有握手会吗？总选前有是吧？好，这样吧，这个风扇我送给下一次握手会第一个来找我的有缘人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算公平吗？第一个来找我，还是抽奖比较公平一点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样算公平吗？好好，店员也可以，对，店员也可以。好像是有握手会，好像是有店员，我记得有，好像就在不久之后就有，下周吗？好像忘记了，反正有。可是万一那天很热呢？我在想万一那天天很热，我正好需要电风扇，那我就不想给你们了。我可以临时反悔吗？哎，加一个附加条件吧，加一个附加条件，就是假如那天田淑丽本人觉得很热，那么田淑丽将不会参加这个活动，不对，那么田淑丽将取消此次活动。啊，或者抽出去，假如那天天很热，那么田淑丽本人将有权回收送出去的电风扇，括弧最终解释权归田淑丽女士本人所有。你们为什么打问号啊？这怎么了嘛？这本来就是我的电风扇，这本来就是我的电风扇。我没有凶啊，我很温柔的。他们说说话慢的人都很温柔，我很温柔的，我又不会打你们。我没有凶你们，绝对没有。
拿了就跑，这种在我这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我会马上跟 staff 说你没有交券就来握我，我就说你没有交券就来握我。完了，我好坏呀，大家不能学这种行为，我也只是随便说说的，我只是随便说，我并不会这么做，因为这样你们会，哎，这样你们会被拉黑的，到头来苦的难道不是我吗？你们拉黑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请问，所以我不会这么做的呀。对啊，你们拉黑了又不能来看我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请问。所以我当然不会这么做，我就是口嗨而已。我是口嗨达人，田淑丽。好，没有，玩笑归玩笑。我们言归正传，这个风扇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风扇怎么使用？算了，我等会儿，不对，算了，我下次现场教学。我把说明书扔了，然后我现场教学，因为反正有说明书你们也看不懂，我觉得还不如我手把手教你们怎么使用它。它真的很好看，它是蓝色的，而且这个蓝是我喜欢的蓝色。我好像一个什么带货直播间啊！大家好，这不是浪彩直播间，我不是在卖这个电风扇。它就是可以在剧场使用的电风扇哦，而且长得好看哦。可以，不在剧场用的话不行，因为没有，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比剧场更热了。讲的，讲真的。谢谢生活中需要一点甜送的五个秋天的奶茶。打扰了，你们知不知道怎么快速的把东西卖出去啊？你当然不能说今天很冷啊，就算今天剧场很冷，你都要说今天热死，这样才能快速的把东西卖出去。你们这样子是，你们千万不要当卖货的人，你们这样是卖不出去东西的。谢谢无尘剑伤送的一个秋天的，我都不知道今天麦没有关，还好我没有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话，不然我真的完蛋了，真的好吓人啊！为什么不把我麦关掉啊？为什么你们能听得这么清楚吗？那你们在笑我吗？你们有笑我吗？完了。太大声了，而且啊，那我我觉得好烦呀，贼大声。啊啊啊我还好没说太 TM 冷了，我还好没有说。我也比较文静，幸好我这位成员比较冷静，不对，文静。幸好我比较文静，不然我。
我不说脏话，就是我没有那个习惯挂在嘴边，不然真的完了，我真的完了。但是的确很冷。都是上去换衣服了，这个时候我已经上去换衣服了，我没有想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关麦，那个时候我已经上楼换衣服了，然后我让阿姨说拿打拳的衣服嘛，然后阿姨说拿谁的，我说我只能穿匆匆的衣服，对，我是说了这句话，我说的是我只能穿匆匆的衣服，我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关麦，都过了多久了，还好我这期间都没有说话，不然真的很恐怖哎。好像是什么紫薯什么粥，主要已经经历很久了，已经过了很久了，我已经要上楼换衣服了，换 UNIT 的衣服。不太了解，四月份有一阵子空台，我不知道哎，四月份我在吗？告诉我们以后不要在空台乱，不对，以后不要在后台乱说话，就是大 MC 的时候，刚下来的时候不要在后台乱说话，但我也不会啦。把头发放下来，太热了。
可是我放下来你也看不清楚。等一下嘛，我先开个电风扇，太热了。哎，我给你们展示一下，这是最小岛，这是最小的岛，大家能看到吗？然后我再调一下，这是中岛，知道吗？这是中岛，然后最大岛是这个。怎么样，很实用吧？很不错吧？好，接下来让我展示什么呢？展示什么呢？你们看不到吧？你们怎么知道我画了泪痣？等一下，这样。看到了吗？哎，我瞳孔颜色好淡呀。为什么我瞳孔颜色这么淡？好，我在，我给你们展示一下调染吧，其实看不大清。对，银灰色的，银灰色的，找一下。它真的接了，接的太少了，它真的接的太少，它真的接的好少。BGM 怎么了？但它接的太少了，不明显。叠起来是什么意思？帅起来了吗？这样子是帅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都觉得打拳好晕啊，他一直，我那个位置一直都在转圈。我那个站位二号位吧，一直都在转圈，我今天都有点晕，转晕了，感觉一直都在转。我下次不打拳了，我下次不打拳了，那我干嘛去呢？你们为什么很喜欢小女警呢？你们为什么喜欢小女警？不是，是因为牙疼，打拳使人牙疼。Lost 抢不到，我就跳过一次。什么叫跳的少？根本就跳过一次。不啊，我觉得衣服不好看，小女警。
所以你们想递给我什么呢？如果说你们要递给我东西的话，我就跳。我是一个很现实的女人。我是一个很物质的女人。你们要递给我道具我才跳，不然我会觉得那个 unit 索然无味。除非你们有想要递的东西给我。我也想知道这个我是真的想知道如何讨取富婆芳心，因为我是真的想知道怎样可以讨取富婆的芳心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怎样讨取富婆的欢心吗？送猫爬架。我觉得吧，夸赞是没有用的。你要走进他的心，就是你只是表面上的太肤浅了。你要首先了解他，你要真正去了解他。哎，喜欢什么？平时喜欢什么？就是他平时喜欢的东西啊什么的。平时喜欢什么？然后喜欢吃什么？喜欢买什么？就是你。发现根本买不起。你说的好像有道理。那如何讨取富婆的欢心呢？你们说的这些都太过于物质了，人家不一定喜欢这些。比如说你给他做顿饭啊什么的，做个菜啊什么的，就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东西。抓住一个人的心，首先要抓住他的胃，就是你先要做一顿饭吃，知道吗？做一顿饭，我不懂，我要是懂，我还可能在这里吗？我怎么可能还在给你们直播呢？就是因为我不懂啊。我不知道。没有看，不是跟他有一本一样相对的一本书叫如何，如何
淘收获少男的心，叫什么来着忘记了，跟他很相似的一本书叫如何狩猎少男的心，好像叫这个名字忘记了。好像真的有，因为我之前看到过，我当时还想，哎，这个怎么跟那个如何讨取富婆欢心一样的，是一样差不多的，怎么会真的有这种书啊？关键是，怎么会有人真的写这种书啊？而且这个书还能出版？那这个写书的人有故事呀，他好像很懂啊，就说明，哦，那是个笔记本啊，我以为是书，我以为里面真的有一什么，就是教你一怎么怎么样，二怎么怎么样，完了。我把它拆坏了，怎么办？这还能安上去吧？好，这个电风扇决定抽奖用，就是送给你们。就是送给你们，下一次握手会，第一个来握手会的人，我就送给他这个电风扇。没有坏，我又安上去了。没有坏。我还可以留个唇印呢，证明它没有坏。谢谢走西口送的一个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没有坏，它真的没有坏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管，我就要送给你们，你们收不收吧，不收也要收，收也要收，我不管，我就要送给你们。为什么不要？给我个理由，为什么不要？我不要，我就要送给你们，就不。你们不收这个电风扇的话，就别想走出我的队列，就别想走出我的握手会队列。我决定了，这个风扇就是要送给下一次握手会第一个来找我的粉丝，他肯定很热，他很需要这个电风扇。你们知道它多少价格吗？我们之间的感情居然比不上这个价格，这个很贵的，这个真的很贵，怎么可能15块钱你能买到什么？现在这个物价15块钱能买到什么？奶茶都买不到。这个电风扇，哎，忘记了多少钱呀、啊？反正40-50吧，好像是60几，
你们知道吗？要不你们淘宝搜一下吧。我不知道价格，好像60几，很贵吗？拼多多20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很贵啊。那我是不是买贵了？我好像买贵了，难过。哎呀，我能买贵了。其实我要解释一下，我今天为什么早上就到剧场，是因为我要蹭车，因为那个理发店离剧场近，我为了省钱，就为了省车钱，我还早起，我大概8:30起的。对，8:30起的，就为了蹭个车，好难呀，人生好艰难，你们知道我有多艰难了吧？是真的很艰难。我跟倩倩两个人蹭车，然后我们去了那个商场。买了个菠萝包，买了个菠萝包。你们哭了吗？你们哭了吗？你们没有哭。因为来不及，我们还要赶紧打车回剧场，要公演，要赶紧化妆造型公演，没有办法。菠萝包挺好吃的，就是有点干，就是有点干。没有扣钱啊。你们有看到我今天戴的圈圈耳环吗？公演戴的。那个也是倩倩的，她借我戴的。因为我说我想尝试一下这种圈圈的耳环嘛，然后他就接我戴了。因为我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只适合那种长的耳环，然后我就戴了。我不知道好不好看，我还没有看公演，我就看了打拳，我就看了自己的打拳。看看手机里的自己。不一样，你得看公演镜头。去补档看了一下，所以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很严重吗？很清晰吗？我真的说得很大声吗？能听到我说什么吗？挺清晰的，完了完了完了。
我说应该是冷死了吧，我说的是冷死了。我还说了救命救命，我是真的冷，那是因为真的冷。还好我没有说什么怪话，没有在后台说什么怪话。完了，现场的人肯定觉得，现场的人肯定觉得很搞笑，哎，他们肯定觉得很搞笑，肯定觉得很搞笑。难怪你知道吗？我下台的时候，然后 Unit 跳完，哎 ，Unit 跳之前，我换完衣服，打开口袋一看，都在说甜甜你麦没有关，甜甜你说冷死了，这口袋都在跟我说我麦没有关。最近真的口头禅是救命，救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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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抖音那个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。很可爱的声音，谢谢。救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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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明天要上课。哦，我明天要学的那支舞，提前跟你们透露一下，我明天要学的那支舞，我的那个分词，单人分词，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我的那句单人分词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很喜欢。舞蹈课，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，因为我现在还不能跟你们说是什么歌，就是有点透露，就是还没有跟你们，就是还没有告诉你们是什么歌。对，是过度公演的歌，然后是单人分词，对，16人曲，然后是单人分词，但是那个分词很长，但是那个分词呢，我很喜欢。反正我这样说，你们是绝对不知道是哪首歌的，因为这个范围太广。我播到1:30吧，可以吗？我要去睡觉。我昨天超级早睡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就很困，我很早就困了，我吃了一个消炎药，然后我就很早就困了，然后我就真的好早就睡了，体验感极好，真的体验感极好，真的很难得有困的时候，就是有很早困的时候是很难的这种感觉。谢谢恩送的夜蝶，谢谢。好呀，晚安，祝你有个甜甜的梦，甜甜的梦。
呀，你们要上课的，要工作的，去睡吧，去睡，快点去睡觉。没关系的，不用管我，我可以对着空气聊天。没关系的，我一个人寂寞寂寞就好。你们不用管我，没关系的，你们想睡就睡吧。我可以一个人照顾好我自己，我自己跟自己聊天也是可以的。你们走吧，那你们走吧，走吧。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我一个人，哎，等一下，哎呀，我最近有点纠结，我到底要不要我的刘海呢？是不是很搞笑？这个纠结的点，我最近在纠结要不要我的刘海，可是有刘海会显得我年纪小一点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这样会不会显得自己年纪很大呀？怎么了？你知道我刚刚看成什么吗？我看成一个问号。你本来年纪也大呀。哎，他不在，他去外面直播呢，应该舞蹈房吧？你要不去？你找他干嘛呀？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走。他都不来找我。陈宇姿不是来找我的，他是找宁可的，他并不是来找我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我有你们就行啦，我有你们就行了，但是你们又要去睡觉，就很烦。这个电风扇啊，剧场的空调可以不那么给力吗？我想用一次它。完了，沾上粉底液了。啊，我还是要送人的，我擦一下吧。因为它是白色的，很不耐脏。没关系，就算它是脏的，我也会在送之前把它弄干净的。
我是真的一个很不耐脏的人，你们看我的手机壳就知道了，我很邋遢的。没有，我现在手机壳很干净，但我又很喜欢白色的东西，虽然黑色的耐脏嘛。那我以后如果要养猫的话，我是不是应该养一只黑猫啊？因为这样子耐脏。就是养一只白猫的话，我怕我会把它弄脏，就是白色的猫很不耐脏哎。它会自己舔自己，可是我不会啊，我不会自己舔自己啊，主要是我也脏。只猫可以舔我的猫，我在说什么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因为猫猫舌头上不是有那个小绒毛嘛，就是那个刺嘛。然后我觉得那样舔别人就会很舒服。就是你们能懂我的意思吗？就像我喜欢闻狗的脚一样，以前就是以前家里养狗嘛，我就很喜欢闻它的脚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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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酒，为什么打问号？不是，你们不会闻吗？因为很可爱啊，它的爪子。闻头我也喜欢，我就是喜欢。摸它，我就很喜欢摸它，然后它就嫌我烦，因为我太热情了。我真的，我只要养狗，我就会对它巨热情。就是你们想象一下，狗本来就是一个很热情的动物，就是连它都嫌我烦的那种地步，就可想而知我有多烦，就是多热情。小花太热情了，小花热情到不行。哎，你们说小花是中心的那个狗吗？它叫花花吧？它叫小花吗？它到底叫什么？它怎么这么多名字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中心的那个狗，之前我问别人他叫什么名字，然后那个人很认真的告诉我他叫汪汪，然后我就一直都叫他汪汪，直到今天早上跟车我才知道他叫花花。然后今天我刚刚又在弹幕里得知他叫小花，所以他到底叫哪个名字呀？他是叫小花、汪汪、花花，叫哪个？好，我要关直播了。这个答案我们下次再揭晓吧。拜拜拜拜，我要关直播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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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
晚安。